购买直喷机前一定要考虑到的三大维修成本。购买一台直喷机的成本，不仅有机台预算，更包含日后保养维修费用。跟着一生了解以下三种直喷机维修成本。聪明入手一台耐用度高、好使用、好维修的高品质直喷机吧。一、操作成本。若直喷机结构过于复杂，操作时易产生使用不当，进而造成故障，建议选择较好上手且操作界面简单直觉，便能降低操作不慎的状况。二、维护与管理成本。一般来说， UV 工业直喷机重点维修项目为喷头与墨夹，若喷头工时过长，长期搁置不用，喷头在打印的过程中可能会堵塞，墨夹若接触不良，接点有脏污，就需要将墨水夹取出清洁后重置。三、机器成本。维修成本也包含机器设备与零件的消耗成本，建议选择严选零件产地也经过相关认证的高规格 UV 工业直喷机，能降低日后直喷机的维修成本。一生 APEX 系列 UV 工业直喷机操作方式简便如一般的印表机，不仅降低直喷机操作维修机率，还能省下印刷费用与时间，轻松掌握交期，客户不需久等，是您购买 UV 工业直喷机的最佳选择。一生成立超过20年，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，提供大型工业用机台及小型创业的个人用设备，包含 UV 直喷机、雷射雕刻机、热转印机等印刷设备，拥有专业售后保固团队，提供免费线上设备咨询服务。任何数位印刷设备需求，欢迎找寻 MIT 品牌一生免费服务专线0800520005。